好，那我们再次回到这边来哦，请大家呢打开简报13页，我们来先看一下。你进 Notion 之后，先不要急着马上编辑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账号，还有工作区的一个设定。好，先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刚刚呢，请大家登录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，在左上角这边啊，有一个，应该。这里会有一个 settings，好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My Account？好，这个是属于你的账号，哎，你的账号的部分哈。那里面呢，包括了几个，包括你的照片，然后呢，email 啦，你的姓名哈，密码，还有要不要做2阶段验证，通通都是在这边。那当然，你如果真的要把 Notion 的资料删掉的，删除账号也在这里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可能会在不是你的电脑上啊，去做这些登录的话，你担心说，我忘记做登出，对不对？可能那个设备没有还原的话，你也可以从这里去登出所有的设备，变成说它要用就要一定重新做一个登录的动作。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，这里有大头。哈哈，啊，你的大头照哈，那我看一下我的 Notion，好，在这边，像这样，好，这个是我现在有正式在用的，正式在用的哈。那么，我们刚刚的这个 setting 在这里，你看账号这边 My Account。对不对？就有一个大头，好、哦、啊！你要显示什么名称？你可以从这边去设定。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再跟那个工作区讲一下哈？因为你会发现啊，我们的账号是它的头像是长这样，但是呢，在工作区它的设定，哎，是长这样圆。刚刚是圆圆的，这个是四四方方的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一张昨天照的，想说直接用一下，所以呢。如果你有设定，你看我在这里，我有这里有不同的工作区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工作区会用工作区的，那跟你的账号事实上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不同的工作区是可以指定啊，不同的这个图像。那我们要给各位看的就是说，这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东西哈，有一个东西还蛮好玩的，有没有看到下面这里？这里。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有 Notion 风格的这种大图，我这里有做一个，这个大家动手做应该就可以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试看看这一种的，你可以把这里打开，它有繁体中文，有没有？你进来之后有繁体中文哈，那你可以选择，看你要什么样脸型。哦，然后呢，你的这个鼻子、嘴巴、眼睛、眉毛，要不要戴眼镜？哦，发型，这些你都可以选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随机的，你就按一下，对不对？自动帮你设一下。好了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设定它背景是圆圆的，还是要方方的，都可以。要什么颜色的？好，你看我把它关闭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一个了。因为最近，应该说你的朋友圈，不管是 Line 啊、Facebook 啊、IG 啊，有没有很多人现在都有 AI 生成的头像，对不对？哈，或者是比较卡通式的，好都可以。那你在这边呢？假设我生成的这个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哈。那原则上我们就用 SVG 的，你把它下载下来，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里面来玩哦。好，所以我这边我先把它放到这里来，好的，好，放进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下你们家的大头，但是这个是账号的哦，工作区有分工作区的，所以我去找到我刚刚放的这个位置，好，在这里。因为它都小小的啦，所以原则上大概就是长得像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所以你其实你也不用做太大张。
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两阶段验证，所以如果你有设定密码，那你就需要再额外的再做一个可以做两阶段的验证哈。那下面这边删除账号就在这里，还有刚刚提到的哈，登出所有的装置那个设定就在这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一进来它一定会有一个工作区，也就是说你预设进来之后的那个工作区的名字就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左上角这里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希望说，诶，我这个名称我想要制定一下，因为我们虽然是免费的账号，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依照不同的那个工作的性质，好，比如说这是我平常日常生活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工作上的，还是你要把工作又分成专案呐，不一样的，那你就可以到工作区哈，下面这个是工作区，它的设定来这里改掉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这边，这个是今天的 Notion 工作区。好，一样，这里有个 icon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改。那它本身，如果你不要自己上传，没关系，它也有提供一些什么，提供一些这个图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客制化的，就从这边自己上传，都 OK 的。好吧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有没有你比较满意的，那你就把它放下去，update。最主要是我们在这边让各位找一下账号跟什么，跟工作区的图是可以分开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可以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稍微玩一下，先简单的玩玩看。那另外呢，它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推播通知的部分哈，还有一个它的设定啊，哎对，Notion 的话它有一样，现在都有很多软体哦或云端服务不是都有深色跟浅色吗？所以如果你要设定预设进去是浅色的，那如果你要变深色的，其实以我自己来讲哈，工作上我是觉得深色的，眼睛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啦，只是说如果以教学上来讲。我要把它调成这样子，大家再看会比较看得清楚。所以，如果你有需要做这个设定的，也是在这边，它有一个叫 settings，在右手边。好，就从这个地方去做切换。好，你看这样就变深色的，可是这样你们可能再看会稍微比较看不清楚。好，那通知的部分呢？通知的部分其实如果你有在这个行动装置上。好，有安装它的 App，那它其实会做，如果你有新增或者有一些提醒啊，它也会通知你，所以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。那再来，这里有一个语言比较特殊，不好意思，有讲过，就是没有繁体中文，有没有？有英文、韩文、日文、法文，这个是德文，就是没有 中文。哎，有没有人知道 Notion 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？有没有同学知道 Notion 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？有没有？赶快 Google 查查看。我们 Canva 是来自澳洲嘛？对不对？YouTube、Google 来自美国。Notion 来自哪里？等一下可以问 ChatGPT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人说美国，还是 MC？答错了，离我们比较近的，常常是我们的竞争对手。美国，但是其实他，我如果没有记错哈，虽然我们刚刚维基百科看起来是在那个哈，但是对，他在。它其实是韩国的，好，它本身本身的那个很多的开发的其实是来自韩国的，所以蛮特殊的好，那各位呢，你这边设定好了，这样应该大致上就知道了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，但是呢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先设定哦，在简报的第14页，好，因为呢，以后有可能怎么样，你想要。就是
把你的 Notion 发布到网络上。我们刚刚有讲，Notion 也可以当做部落格日记来写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分享出去的，总是要有一个网址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去设定一下，因为如果你没有设定，它会自动给你一个就是随机的。可是你会发现这样子你要用的时候呢，要记住就比较难，除非你不想要让人家记住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记的，一定要来这边设定一下所谓的网域名称。其实我们这礼拜那个 Canva，我们没有讲到 Canva 的网页功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用它比较正式的，就是支援 RWD 这种所谓的那个可变式的网页设定的话，其实 Canva 也可以制定你的网域名称。哦，它跟 Google 协作平台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哪里？为什么要特别讲？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开始就先设定，然后呢，你已经有分享出去了，以后呢，如果你有修正的话，很抱歉，你原本分享出去的那些连结都会失效。好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做，怕你后面才后悔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哈，在这边你找一下。好，你看我们在这个一样是工作区的设定啊，有一个叫 Public Setting，我们找找看哦。工作区的设定来进入到 Settings，好，你往下走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Public Settings？这个就是它预设帮你产生的随机的网域名称。所以你看，你会有一个这样的网域，后面是 Notion 点 Site，好，Notion 点 Site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分享出去了，它在后面就会有一个网址，所以这个名称你可以设成什么？就是设成你比较喜欢的。啊，当然，我们网域名称只支援什么？英文、数字，还有这种中间一横的，这个叫 dash，你不能用底线哦，也不能用特殊符号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，哎，比如说我如果在这边打上这个，很抱歉，因为被我用走了，有没有？所以现在呢，比较跟网域名称一样啊，比较简单的都被用走了，好，都被用走了，所以可能你需要一些这个，像这样就没有，有没有？好，比如说0819，好，类似像这样，它后面就会告诉你这个网域能不能用，那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 domain，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用的，我建议大家这里可以先设定一下。那各位你不用担心，以后你还是可以改啦。如果你真的后悔了，好，还是可以改，只是一定要注意，有改过的话，你分享出去的网址，哈，已经分享的就会消失，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哦，不然你会后悔，哈哈哈。因为像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是那些网址，我会希望都留在上面的哈，这样才不会说就是又造成困扰。好，这个你有空你可以自己修正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进入 Notion 的一个架构，我们来看一下 Notion 呢，它其实有以下你所看到的这几个基本的架构。首先，其实它最大的就是，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设定所谓的工作区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工作区就是算它里面最上层。好，所以你今天我要做这个我的工作的，好，或者是你的生活记录的，你可以自己开一个工作区。当然，你要把它混在一起也可以。那工作区里面呢，就会主要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页面。好，这是最单纯的，就是我工作区里面我可能会有很多的页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Notion 左手边这边，啊，左手边这边的内容，你把它想就是一个目录了哈。那也可以怎么样？你也可以用所谓的资料库，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互相包容啦。啊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把页面呢，这是 data 的哈，database 的部分。这两个呢，我可以在页面里面放资料库，
也可以单纯的就是我开宗明义就建一个有资料库的页面，啊，就是存资料库的，它也有就是可以放在里面的，好，那这个呢都是它比较属于像目录，哦，架构这样子。那里面真正的内容，最小单位就是我们讲的区块。其实呢，简单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在 Word 里面，各位有没有按过这个符号？请问这是怎么按出来的？是不是按下键盘上的 Enter？我们在 Word 里面称这个叫做段落符号。那么你只要按一个 Enter，我们在 Notion 里面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所谓的区块，哎，区块的这样的概念。那这个区块呢，就可以有很多种哦。你可以是文字的，可以是图片的。好，所以您可以看到，在我后面简报16页这边，我稍微跟大家哦。简单介绍一下17页到底这些区块的一些定义。好，那最近它有增加这两个比较新的，就是专案跟任务管理。但是说真的，这个就是看你啦，因为越复杂的东西，它需要越灵活的工具去管理嘛。那今天原则上我们是不会讲到这一块，因为你先有其他的概念，事实上其他的。就可以慢慢再使用哈。那原则上，在 Canva 里面，在 Notion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区块啊，它是最小的单位，可是呢，也是它最灵活的。好，那操作界面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喽。哎，这里这个应该还好，我们刚刚讲过哈，就是左手边的那页面的这个选单，页面选单。在右上角这里，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一页有没有？Getting Start 在右上角这边这个选单，打开你就看到，哦，像这样子，哦，你的字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小的字还是大的字？哎，老实讲，它的字预设都稍微比较小一点哦，所以如果你荧幕这个画面比较小的话，眼力真的比较吃力一点。OK 哈，它反正这些功能，我们待会在右键里面有很多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么先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，在这里哈，工作区，你如果要新增，你可以再增加。那怎么增加哈？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它的增加放在比较隐秘的地方，真的放得蛮小的，就是你要点到这里。有没有你刚刚命名的工作区的名字这里，然后呢，再按下这里，又是小小的，才有一个加入或者怎么样建立工作区的功能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哦。所以如果呢，你要增加第二个工作区、第三个工作区，就从这个地方找到这里，有没有小小的，然后 Join 或 Create。然后他就问你，你是要用在哪里的？你自己选，然后按下去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他工作区稍微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他坐的位置哈比较隐秘一点点。如果你要找的话，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反正预设会有一个啦。那如果你有需要。你再来弄，好，再来增加就好。那其实呢，你刚进去的时候，它官方呢应该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制，哈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略过。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我刚提到的，Notion 没有资料夹，哦，所以你可以把页面的这个层级，就是左手边这个，当做是它的资料夹的概念。那我们在 Notion 准备来用这些区块的时候啊。要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它有一个名词啊，叫做 Markdown。哎，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听过这种语法？其实这个语法呢，现在很多的这个软体或云端服务都有支援，不见得是只有 Notion 哦，哦，不见得只有笔记的，包括像我们 Google 文件，现在也有支援一部分的哦。哎，然后呢，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编辑器。它都有资源，那基本上啊，哈，基本上 Markdown 算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，
比如说，各位你都有学过很多的这个程式语言，包括 HTML，对不对？JavaScript、CSS，或者有的人现在很流行学 Python。好，那里面都有很多语法。那它本身呢，主要是用在做记录的，也就是说做类似像笔记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上来讲，啊，就是一些常用的格式。啊，比如说你要大标题、次标题，啊，或小标题，还是你要这个列表，啊，列表啦，还是加入超连结、粗体、斜体啦，甚至插入图片，那都很方便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会需要按一个右上左下的这个斜线，好，这个功能就等同你在 Notion 里面直接增加按一个加号增加区块。那我先简单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来，你看，我们可以先从左手边这边哈，你一进来有一个这个 Getting Started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自己建一个新的页面，好不好？在左手边这边啊，你可以从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页面。好，按下去。那你一进来，他就问你，那你这个页面叫什么标题？啊，你的标题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说这是第一个 Notion 页面。好，标题原则上就没有设定样式，哎，没有设定样式哈，但是你可以在标题的上方，哎，我针对这个标题，应该说这个页面，好，我来设定一个我喜欢的这个图 icon，好，你可以像这样子，那也可以帮它加一个，有没有封面？好，所以封的你可以选择像蓝色的，我可以渐层的，或者是像这样有一个这个图片都可以，甚至呢，你可以自己上传。好，所以有没有感觉到我们？进到这个页面之后，感觉起来就好像在用文书处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管是像 Word 啦，或者像 Google 文件都一样。啊，所以你可以先给它一个标题，然后加上你的图，加上你的封面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进来之后，它还会有像这样子，因为 Notion 也有 AI，所以这里有没有Notion AI 的这个界面？那你也可以从外部放进来，但是这里呢，我们就先不看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先不看，我们就直接告诉他，请你给我一个空白的页面就好。所以有没有看到开宗明义？我们刚刚提到的，你在 Word 里面常常用的那个 Enter，在这里就出现喽。好，我们就给它点下去，这样就是正式展开一个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滑到它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提到的。Markdown 的语法有没有斜线就在这里？如果你不习惯这个，你就按旁边这个加号，哦，这里的加号都一样，它就会帮我们 Notion 的这个区块的选单把它打开。好，哦，所以你看我这样子，跟我在这里按这个快速键有没有都一样？你就可以选择我是要打纯文字，还是要增加一个页面，还是要做列表，标题一。标题二、标题三，好，就可以从这边这样来选择你要加入什么样的区块。那它都还蛮贴心的，其实右手边你都有看到它的什么，就是样式的预览，有没有？你就知道说，虽然那个英文也许你不见得懂，可是没关系，你看右手边这个预览，总是可以知道它大概的样子。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好，所以。Markdown 语法在 Notion 里面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它其实刚开始，也许你觉得说啊，我好像还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去记录一下这个语法，但是你用习惯之后，它确实可以增加你这个输入的效率，等于说我就不用透过选单。好，那你看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它的区块类型很多啊，有基本的，有 AI 的。有媒体的、资料库的，还有进阶的、行内的、什么转换的，我就把它通通抓一抓，先给各位简单看一下。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用这样学习，你应该就想要下课了吧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哈，就是用学 AI 的方式来学哈，让 AI 帮我们产生这些内容，我们再把它丢进来就好了。那你去感受一下
到底它这些区块，怎么样去使用？那你再往下看的话呢，我有把它比较常用的这个语法整理出来，就是一样，就是斜线，你看斜线文字、斜线配举、斜线 to 大标有没有？就一个井字号，井字号空一格，你就会自动切换成标题的样式。哎，这边有多了一个，这里。好，所以这里我有列出来，没关系，现在不知道，待会呢，我们先不用记那么多了哦，就是等一下用到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这边看，这个是方便各位查询用的，查询用的。好，所以我把你要建立页面的那个基本的，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那你看我这边用完的，点它。有没有发现我的左手边？刚刚我们从这边开一个新的页面，这里是不是就跑出来了？所以你如果觉得，哎，这个页面我要放上来，你就按着它拉动就好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调整它的这个顺序。那如果你把它放到里面去，把这个页面当做一个资料夹，你就这样丢进来。你看，我们在这里旁边，它会多一个这个三角形。你就可以把它展开，这里你可以展开，有没有？它就在里面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使用什么页面当做资料夹的概念。那因为我这样丢进来，所以它放在这里面。这里你看，我现在到这个页面Getting Start 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它有一个连结哦。你看，在这里，当我点开，有没有就进到这里面来了？那我还可以再回去。所以这个先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如果你想要安排一下你的这个资料夹类似的概念的话，你就用配举。那你要拿出来就移到外面来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拿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基本操作，先让大家了解一下。